由吴磊、林允、李沁、陈楚河、刘美彤、谷嘉诚、谷嘉诚、肖战、陈泽熙、彭楚月以及辛芷蕾、于荣光、林潇肃、李若彤、邓伦、李子峰等主演的电视剧《斗破苍穹》今日发布超级期待的片花福利终于来了，特效满分，颜值爆表，文案写得很是霸气，初入天地、黑暗对抗、命运翻覆、决战重生、少年意、破世出、一步幻境、血指风柱落尘天。电视剧《斗破苍穹》改编自天蚕土豆同名小说，预计将于6月登陆湖南卫视青春进行时周播。你最期待谁的演绎？